通知所有的警员，在路上寻找一个身穿兽皮的女孩子，她的名字叫阿维。现在装甲部队已经制服不了猩猩王了，要出动直升飞机来炸他，大家要全面出动，集中起来把猩猩王给炸死，要特别注意，千万不要伤害到无辜的老百姓。